啲咩揾錢大計或者發達大計？我月光族嚟嘅喎，如果有咗就唔使企喺度啦。咁你去咗邊啊？可能喺緊中環嘆緊 tea 咁樣咧。咪就係行掃條街睇下地下有冇錢執咯。咁你有冇試過執到錢啊？梗係冇啦。冇，都係打工嘅啫。買嘢，唔買嘢。係啊，咪問阿爸攞錢咯。嗰啲有冇啊？唔使啦，做人都系靠自己。問阿爸攞錢咯。六合彩。Yes, woman, Leslie， 我中到。佢哋會買六合彩咯。佢哋成日都話就算個天想跌嚿錢俾你，咁你都要可能買六合彩先會跌到俾你㗎。慘絕人寰，六合彩。我又唔係好信呢啲啦。都每個月總之就規定儲幾千蚊咁樣。但是就會拿出來，所以來去的戶口都是六千元六千元。有時會出去跟男仔吃飯，不用給錢。慳了很多了，這些洗髮不多咯，但是不少咯。我一晚的應酬已經花了五千元。我沒有零用，現在很慘，我找個找人包養我。我做李嘉誠，說不定可能等他的孫大個，我再去整容，整得後生啲，十幾歲都整到好似嘅，跟住勾引佢。揀邊個好啊？而家梗係成哥啦，即係佢唔介意我，佢唔介意我後生嘅話，我都唔介意佢老噶。成哥萬歲！我只能夠講自知一笑嘅啫。投胎直接輪迴快少少。即係我呢啲冇乜後腦啊，淨係識靠苦幹，唔識靠苦幹。對唔住，我冇乜用啊。投資啊 ！Peter 點樣投資先？買股票、投資投唔投資獨男人度啊？不了，即係冇諗住釣金龜咁樣嘅。呢個世界邊有咁多金龜啊？唔實際啊！政府都會有10,000蚊塊啦，你會諗住攞嚟做乜嘢嘅？我覺得我阿爸阿媽咧攞嚟幫我儲或者做啲唔知咩基金，因為我阿爸阿媽就唔係呃我嗰啲人嚟嘅，細個俾咗啲利是錢阿爸阿媽儲咧。我大學係嗰陣係有一個50,000多-60,000嘅户口喺度。哦，攞得翻嘅。攞得翻嘅，係，我都估唔到嗰筆錢有咁多嘅，所以我覺得咧，俾佢哋幫我搞係好啲。信心認證。係，信心保證，阿媽做銀行呢啲。我諗住點樣儲住先，捐啲嗰啲咯，剩翻嗰啲儲下錢咁樣。平時日常生活度嘅啫嘛，都係，因為10,000蚊其實好快用曬嘅啫。同朋友出去食餐飯都幾百蚊啦，當你買件衫都幾百蚊咁樣。有冇拍拖啊？唔敢拍啦，唔敢拍拖啦，自己都未養得掂。出去同男仔食飯唔使俾錢。點敢拍拖啊？用喺啲更重要嘅嘢咯，我自己又唔係等住嗰一萬嘅，咁起碼俾多啲有需要嘅人咯，都係儲起佢咯。系咯，做起佢。咁你个6,000蚊就可以加大啦。系啦，终于可以加大10,000蚊，16,000蚊咁样咯。储住先咯，跟住睇下到时会唔会投资嗰啲啩。咁就啱啦，因为咧我哋咧。這個 App 就是華盛證券旗下的 WeBookers， 裡面除了可以投資基金，還有投資學堂和交流討論區，簡單易用，功能豐富。現在入10,000元並透過以下連結線上開通戶口，還有同行開戶現金獎賞拎。我都挺好喎，本身都有的。好啊，我聆聽你這個條 link 是吧？蛤？有條 link 的。哎，你咁好嘅，咁配合我嘅。梗係啦，條 link 喺度，剔入去。是啦，即刻，你好配合我啊！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，唔該曬。記得 follow 佢。你都係即係全身都好似好貴咁。咁都貴？係啊，咁係咪都？咁個碌都貴，窮噶咯，窮嘅代表啦已經。零用錢你點儲啊？儲咯。儲起佢，儲起佢，有冇儲起佢 ？cash 嘅，扮下乖啊，扮下同媽咪行下街啊，嗰啲，即係食下嘢都，媽咪好肚餓啊，咁樣。